节能减碳爱地球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好，小朋友看这里。那我们今天的回家功课就是请你完成自然习作第16页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要记得。那我们先下课喽。哇，我终于开始下课了。上课时老师在讲课时我都快睡着了，我一定要出去运动运动。哎，依婷请进来一下。哎，老师你叫我进来要做什么事呢？你刚刚离开教室的时候是不是忘记做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呢？有什么事呢？啊，是不是我功课迟交呢？哦，你功课有交哟。再想想看。那我再想想。好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我上厕所忘了拉水呢？这个比较这么隐私的事情，老师不确定你有没有记得。不过不是这件事情哦。再想想看。还有什么事情呢？哦，老师，我想不出来了。好吧，那我就跟你说吧。以后下课的时候，当你离开教室，请你要记得随手关电灯跟电扇哦，这样可以节约能源，就是爱地球的好表现。会记得吗？可以。好，那现在请你去关电灯跟电扇吧。好，我来关电灯跟电扇，这样才是爱地球的好表现。